主料：雪里红300克，猪肉5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小米辣、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猪肉洗净切碎，雪里红切小碎段。锅里油热下，小米辣和蒜炒香，下猪肉翻炒至变色，大火下雪里红翻炒，炒熟加些盐和基本调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雪里红味苦，如果怕苦的可以先吞一下水再炒，不过我喜欢直接炒的比较清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